吃小时候的羊肉汤，几经波折，我们家还是很乱。干嘛跟陌生人讲话？我整理过了还是乱。那我用回来了。啊？好久没回来了。超级古老的老市场，有点像世界末日。他说早上10:30到晚上12:00。旋转木马能玩吗？旋转木马可能明天了啦。决定来台江国家公园管理这个停车场，对，那边没有人比较好。刚刚那个地方其实也很漂亮，但是就是有人不喜欢。今天睡这里，后面就是搭船住了，明天看到要搭船。我们要找时间来盘点一下，什么东西是不用带的？冷气机、衣服、行动马桶，衣服也不要带。还有胶带，我把三点贴一贴就好。17度。早餐好，没问题。这个地方真的很赞，而且有很厉害的厕所，超干净的。这边的码头边边都有停车场，哦，好漂亮，安逸吗？搞不清楚是哪里了。安平长码头，只知道是码头，但是太多码头的附近。安平牛肉汤，要不要？十三玩家有推荐的。蒜头汁啊，嗯，你也没吃干净，我喝了干净，好特别，嗯，等一下好吃吗？饭好软，饭好软，这味噌汤，嗯，甜豆浆，味噌汤，味噌汤加油，酷，嗯，
觉得还蛮好吃的，那个花生。我好喜欢吃菜粥。我也是。超喜欢吃菜粥。北部的菜粥都是炒过的。蜜蜂有付钱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谁爱骗我？给我拖吃！叫冬蜜，这是打谷机。是三门票。啊？荷兰遮子。这个真的是荷兰的。这个荷兰遮城博物馆。这个西罗纳呢，它是那个荷兰东印度公司他们当时候的一个贸易团队。成功啤酒，我要买，这太酷了。六三四五拉屎墨鱼面，买一烧回家。我们要离开安平，安平了。这应该可以算是旅程的结尾了，句号。结尾？可以吗？结束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
To be continue. To be continue. To be continue. 你要扭到哪里去？不是，我说 To be康啊 ，To be康。To be continue. 我们这次玩了很久哎，没有，实际上玩的话是玩什么玩的？几天啊？对，是应该到家的。开到不想开，嗯。啊，我们去烤鹅啊，走。来烤我们乱乱的家。走吧，小雨，你要吃的烤鹅到了。哇。我没来过哎，因为那边有一桌。自己夹、哦。对，要自己配自己夹。好酷哦！自己挑。夹子。自己夹。对，自己夹蛮干净。自己挑鹅啊。有一个人学铁砂掌，用手在那边翻来翻去，超准。哇，还有鹅啊灯耶，这个酷，哇，肥肥肥，下来吃，冬天的鹅啊真的比较小，不过也蛮好吃的，来吃吧，耶，菠菜，我要吃菠菜，菠菜好，哇，菠菜好吃哦。好，爸爸负责什么？看。嗯，赞。爸爸，我给你超大的。谢谢。继续吃。谢谢。那上面那个是什么？椰。哎呀，一、二、三，鲜贝子。哇。鲜贝子，应该不好吃。嗯，我也要吃。对，好。谢谢，谢谢老板。可以回去了吧？可以回家了吧？快了，快到家了，大概还有两三百公里吧。怎么样？回去了吧？明天要不要去看樱花？哎呦喂呀！要不要夜冲？哎呦喂呀！就是不回家就对了。真的是，樱花开了。